庙方讲吼，其实为着今仔日即个2023年即个双十大典吼，因这是规礼拜拢咧练习哦，甚至讲一礼拜有4天哦，拢安尼一日练一日练哦，变作是规整啊头的即个活动。另外，咱嘛会当看到小等的即个狮头吼，咱会当看到伊即个特色，就是伊是用金属吼即个蛇来做的吼，咱当地人家伊叫做狮座。其实吼，会带队的人讲，因普通是要出阵的时阵吼，一摆拢是出一只狮座尔，嘿对。對要唔过为着今仔日哦，即、這个双十大典，伊是一摆出三。其实呢，这个团队吼，虽然讲因是正做一个表演的节目，也不离过呢。虽然讲哦，咱各就是相识活动吼，在这个现场啊，也是用无同款的团体，甲伊全部套揽起来，也有透过就是现代这个编排吼。也虽然呈现出是一个讲无同款的美感，也因为演出的方式甲演过一般的镜头是小寡无同款。不离过呢，家己私底下，家己拢有在偷偷练习。其实哦，迄个镜头吼出关吼，伊就是代表一种鹦鹉一种团队。所以虽然讲我今仔日甲你是同一个表演，不过呢，阮大家心肝头拢在暗想，其实来这呢是要拼场拼面子的啦。大家是要小比拼的啦。小比拼啦，只是特别在这个双十活动吼，会当讲是吼，徛台湾看世界，世界会当看到台湾。所以其实在今仔日这个镜头的表演，我相信啊，一定是非常精彩，因为我看到遐个老师傅哦，传承这个少年辈，一直在拍拼吼，一直在拼拳头吼，也在啊练习吼，在啊啊扭。有先有伊的迄个筋骨，就知影讲哦，迄个筋嘛爱先甲电落开，较听就知影讲哦，迄拆腿拆会落啊，拆袂落去啊。你即马敢拆会落？我即马拆袂落。我嘛是咱误会啊，所以吼是无法度。要唔过等下吼，咱看到这个老师傅吼表演拆腿，真正是非常的精彩。另外呢，今仔日来这个师爷店的表演呢，还佫有一个特色吼，就是有请到两个教会的乡神啊，乡神啊兄弟伊嘛做伙来表演这个师店哦。虽然讲。那教会念念，要唔过因是迷失迷乱咧练习，所以今仔日小等咧嘛是会有真好的表现。对，那其实咧上个重要就是讲吼，有真侪人讲迄个牙心脏那无不管是行无脚路，因若这个赛丁那是无弄过的时阵，就无多人赛，所以在今仔日咧要配合着咧九天民俗技艺团精彩表演，带来精彩结果，邀请咱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。非常美学的创作手法与表现方式，展现台湾民间传统施政厚实纯美的文化张力。狮群们不仅展现出架杠的台湾顶头多样类型的施政风貌，也正好对应多族群共融的台湾风景。参与节目演出的各团，不论就狮头造型、狼腮的秋楼、锣鼓音乐、文化特征都各具特色。透过结合传统阵头文化与当代剧场美学的表现方式，展现台湾民间施政厚实的文化张力。首先出场的是九天民俗技艺团的齐天战鼓跟哨脚，他们将要召唤狮群们聚集喽。狮头方正，嘴巴可180度的自由开合，造型特殊可爱，由大面财神、小面吉祥猴领军演出，展现客家狮团独特的地方色彩。中间负责打鼓，高龄82岁的张建安老师傅，也是客家狮头制作技术保存者，令人敬佩。协会的白鹤狮阵是国内少数以白鹤领狮
色正头之一。他们以一对白鹤搭配金黄色传统台湾狮为演出内涵，其中狮鬼斗趣的互动表现让演出更加生动活泼。老厨师现在五代同堂，在馆主彭厚明带领下积极传承延续技艺。饰演两只小鹤的郑其成、郑祥成双胞胎兄弟，年仅九岁，他们从一岁起就跟着父母出阵及演出，年纪虽小，功夫到位不马虎，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鼓励。谢谢台湾歌剧团精彩的演出。紧接着登场的是近年在国内外狮艺赛事三组常胜军醒狮团队，中间的是台湾培德体育会，右手边的是新竹联丰龙狮战鼓团，以及左手边的桃园新义群龙狮团。这三组职业醒狮表演团队分别由国内青年精英好手所组成，在这次的国庆大会舞台上首度同台竞艺，于时装上相互较劲比试，展现世界狮王的绝妙巧艺。
喜怒哀乐睡醒动静等各种表情，配合锣鼓配乐，充分表现出狮子活灵活现的神韵，时而模仿雄狮张口摆动身躯，时而像猫咪般的倒头翻身，时而分进展翼，时而合力共舞，透过戏剧性的编排展现默契十足的团结精神，灵动可爱又惊险刺激。谢谢传艺中心的精彩演出。
谢谢市政朋友们带来精彩的演出，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这八组来自台湾各地的师团，以无比的精神毅力展现出精彩澎湃、厚实温润的民间文化福利，也映照出今年大会主题所强调的坚韧有序的台湾生命力。今天国青市幕暖场的每一个表演团体，为了能够完美演出，都用心练习了好几个月。谢谢所有参与的团体，您们辛苦了，在这里。